在这一点呢，我要教大家怎样做那个 from tree chapter to indices 的题目。然后，如果它的后面的 power 一样的话呢，你就直接用1.7加3.65，然后乘 set to the power 4。你把这个乘 set to the power 4，你跟它 factorize 出来。然后你的1.7加3.65的话，1.7 3.65，然后你加起来的话呢，这边是五。然后三，然后4.35，所以它会变成4.35乘 set to the power 4，然后这一个 d 的它也是乘 set to the power 6乘 set to the power 6，所以它就变成6.2减3.29化弧乘 set to the power 6，只要它的 power 一样了，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直接加减3.29，然后减的话这边就一，然后九，然后2.91，所以它会变成2.91乘 set to the power 6。好，然后可是如果它 power 不一样的时候，你看它的 power 一个是三，一个是四，三跟四谁比较大？四比较大，你把小的换成大的，你把这一个呢6.7乘 set to power 三，你移一个位，它会变成0.67乘 set to power 四加8.03乘 set to power 四，你移一个位，OK，移一个位，它其实就会变成0.67乘 set to power 一。然后再乘 set to the power 3，然后合起来就变成 set to the power 4。所以在这边，它这个我把它移一个小的，我跟它换掉。记得我们换小的，OK，换小的。所以在这一边呢，你就会变成0.67加8.03，然后乘 set to the power 4，OK。然后我这一边我就有0.67、8.03，加起来的时候是8.70。OK，10，然后8.7，所以它会变成8.7乘 set to the power 4。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九跟八，九大过八，所以这一个我要跟它换掉，我移一个位，所以它会变成4.7乘 set to the power 9减0.21乘 set to the power 9，然后它会变成4.7减0.21，括弧起来乘 set to the power 9。然后我这一边就有4.70.210减，然后这边是九，然后三四，然后4.49，所以是4.49乘 set to the power 九。然后接着这一题减五跟减六，减五跟减六的时候，我们就心里想，这边是零，这边减五，这边减六，减五大过减六，所以这个是比较小的，比较小的换。所以记得我们都是换小的，所以它会变成0.38乘 set to the power 减五加7.5乘 set to the power 减五。OK，这一边呢，它其实是0.38乘 set to the power 一乘 set to the power 减六，一减六减五咯，然后其实就是移一个位。OK，我们把小的那个 power 的移一个位，或移两个位到它一样了，所以这一边它就会变成0.38加7.5括弧。乘 set to the power 减五，然后我这边就有0.38、7.5加起来88、7.88、7.88乘 set to the power 减五，然后这一个呢，我们减六减七，零减六减七，减七比较小，所以这个换，所以它会变成9.62乘 set to the power 减六减0.718乘 set to the power 减六。然后它会变成9.62减0.718括弧乘 set to the power 减六，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9.620 0.718减2012398.902乘 set to power 减六。OK，你要确定你的答案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用计算机。OK，好，在这一边我们用计算机来检查答案的话呢，它这一个就那个1.714加3.65514，然后我翻，哎，1.7乘 set to power 4加3.65乘 set to power 4，OK。加三哦，5.53 5.0，所以我刚刚这边算错了，这个有要进位，我没有进到位，OK，好，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个
ENG 啊，5.35乘10的 power 4，对，然后过后我有6.216减3.2916，然后29100，2.91乘10的 power 6，下面这个6.713加8.0314，然后拿到的是87000。87000是8.7乘10 to the power 4，然后4.19减2.118，然后这一边我拿到的是4.49乘10 to the power 4，然后在这一边我有3.81。减六加7.51减五，然后拿到的是7.88，9.621减六减7.181减七，然后我拿到的是8.902乘10 to the power 减六。